胡乐比较会有。因为那几天刚好有进，大家他们就会买。今天有铁路哦，何况今天有铁路。你不开了，买地点啊？真心早，翔宇过几盖哦？翔宇，帮你讲，不要换，他等下白仓，因为他再拿一份500，桂鱼就好。对。叫卖要打字幕，他叫卖要打字幕，你哪里听不懂跟我讲？你哪里听不懂跟我讲？柜台不用听我，哎，跪下跪下卖瓜，手机关机不要看。我跟你讲，线上每一个人都听得懂，只要你听不懂，线上每一个人都听得懂。相不相信？我
我做个调查，听得懂的打加一，听得懂的打加一，你等一下看哦，听得懂的打加一，等一下看。何况今天有铁路哎、欸。看到没？看到没？看到没？看到了哦！你要加油，你要加油，要多听哦，要多听哦。你要多听哦。多来听啦、啊、听一个月你都听得懂了，听一个月你都听得懂了。这个鲑鱼头，
他家在五股
他家在五股。熊熊啊！现在8:40，8:40。后面这个是老客了，后面这个是老客了。我接你啊，宝宝都谁啊？谁接你啊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他现在卖那个，等我一下。三百今天要买不买春节了要春节了不小齐吗小齐你的东西都留好了，你都留好了，水饺跟那个咸猪鸡，对，都留好了。幸好今天真的没有想要上来，应该是不会上来。
Okay.